showing you guys the life as a student in IAM for maybe a week. So, today is Monday. So, I'm going to go to a lecture on your interesting development. And to prepare for the next day. So, see you again. Bye. Hello, welcome back to the second day. 之後我現在就已經 get ready 好曬啦，著曬換曬衫。 咁咧，我而家就要去好快咁樣食咗個早餐先，食個麵包啊，飲杯嘢咁樣，然之後就要翻學校。今日比較特別嘅咧，就係要上一個叫做 piano masterclass 啦，係同我哋嘅偉大嘅 professor John McGregor 一齊上嘅。然之後就會有個 piano welcome meeting，咁到時候再俾大家睇下啦，明天見。 今天就結束了星期二之後我今晚就一定要早點睡早點洗澡因為我明天早上10點就有個 major 那我就已經預約了9點的 conference 去 warm up 先練一下歌才再上課明天比較忙有很多那些 aural class 之後晚上有很多 lecture 所以明天見吧 拜拜！早晨啊，大家，而家系vlog嘅第三日，咁因为咧，我今日已经迟少少出门口啦，所以要即刻去麦当劳度买个面包先，然之后咧就要即刻去琴房嗰度 warm up 啦，因为我今日第一堂10点钟咧就系上 major 啦。好啦，依家见。 Hello， 依家係夜晚8:09，最尾9點啦。
星期三呢通常都是最忙最累的日子，因为是由头到尾都要上堂，我们今天是七点钟才完我们的 lecture， 所以呢我刚才就吃完个饭，然后就准备冲凉睡觉，然后 prepare for the next day。 我明天应该只是得一个只是得一个 analytical skills 的堂，咁之后做同人就只要练琴咁样咯。好啦，听日见。早晨，而家系星期四嘅朝后早，大概九点钟九点三咁样啦。然之后我今日 book 咗十点钟练琴，所以而家就要即刻去买个面包，饮杯嘢，就去 RAM 啦。听日见。近九点钟，之后做咗一份功课，仲有第二份。星期一就交，但系音乐室嘅功课咧系非常之唔一样嘅。有个有趣嘅点咧，就系佢好多都系可能一张纸、两张纸。我哋一开始收到嘅功课咧，就以为系哦好快啦，最多咪一个钟做晒。错啦，我哋一个巴都可能要花成十分钟，所以咧。真的要分几日去做功课，不然我的脑真的会烧了。所以我现在就要去冲凉，然后继续做埋第二份课。听日见。Hello， 今天是星期五，然后我又准备要迟到了，所以我即刻出门口，现在是八点半松啲啦，之后我 book 咗九点钟琴房咯，所以即刻要去巴士站，应该早餐都嚟唔切噶啦。其实你有谂过咧，系我同 Elvina 喺度压。超级肚饿，我一定要去个咖啡店食啲嘢，饮杯嘢，然之后我就去整一整眼睫毛，因为我成日喺小红书咧见到有好多嗰啲咩角蛋白嗰啲咧就可以令啲眼睫毛好翘，咁出门口咧就可以悭好多时间。Let's go。
係 vlog 嘅最後一日啦，而家係星期日，然之後我今日就要10:00都係要翻 RAM 度練琴啦。咁所以我頭先就起咗身去將啲邋遢衫拎咗去 laundry 嗰度洗，然之後出發前咧就將佢擺喺乾衣機。咁我就而家等緊我個早餐，因為我都好懶啊，唔想再行過去買，我叫佢送過嚟算。一間見。剛才3:00就已經來到 RAM 咁樣去練琴，然之後今天那間房咧係21日，係我未嚟過啦，今天係第一次嚟，所以就。星期一的8:30，然之后你哋应该会好奇点解，其实应该去到星期日噶啫咯。点解星期一仲喺度拍紧？就系因为我琴晚星期日嗰晚唔记得咗拍我个结尾，所以我就而家要朝头早补翻。所以系啦，我又开始翻我星期一劲闷嘅生活。咁我呢条片就嚟到呢度啦，你哋就可以完全感受到咧，我每日嘅生活咧系有几闷啦，因为我就系食、瞓、做功课同练琴，最多就系节日啊，好似今次中秋咁样去庆祝一下嘅啫。第二，希望你哋中意呢条片啦，下次见，我又要谂下一个 content 应该做啲咩啦。拜拜。Bye-bye.